家豪，今天外面天气好好啊。谢谢提醒，我一会儿就出去晒被子去。我是说出去玩，我要去野餐。你一个人去吧，我这边还要玩游戏呢。那就可惜，我昨天买那么多肉啊，香喷喷的肉。肉？我真的真的爱你，请你允许。肉呢？咱也没法烤呀，没有烤炉啊。打了电饼铛，电饼铛，电呢？我烤啥？别瞎吵我。那从哪儿接电呢？要不你想想办法吧。我确实有个办法。办法。哎，闹了一圈还是吃零食，这和在家吃有什么区别？可是你不觉得这个氛围很好吗？也许吧，晒晒太阳倒是挺舒服的。你帮我拍张照吧。行呀、啊，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蓝天